不管是巧克力还是玩偶花束，都是每年情人节必备礼品。超商业者很应景，在橱窗中也布置了小巧浪漫的专区，让人感受到甜甜的佳节气氛。那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哈！那在今年的情人节呢，我们有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很可爱的那个小礼物，这样子可以让你送给你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你想要表达情意的人这样子。那今年我们在情人节的优惠里面，有特别的，就是说一些指定的巧克力，我们会两件打7折。业者计算，每年几乎都会卖得很夯的巧克力商品还有布偶花束，今年一定也非常热卖，因为这两样可是女性朋友最喜欢的。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呢，其实在往年的情人节里面，我们都公司会做一些所谓的花束的配送这样子。那这两件呢，是我们今年最热销的商品，也能让贴心的另外一半有了不同的选择。你想好怎么过情人节了吗？相信只要是小小的心意，一定也能为彼此的感情加温。东泰新闻部郑慧茹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。